其实在那个时候风雨飘摇，
前途也未卜。可是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国家的建设，创造了今天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00年的生日时候，能够昂然的站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为华人历史当中政治最民主、经济最繁荣、教育最普及、思想最多元的一个国家。这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时刻。今天的元旦升旗更结合了百对新人的婚礼，这100对新人，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不但是一个新家庭的开始，是家庆，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庆典，也是国庆。我相信在他们人生当中，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。时刻。